千万不要被杀哦！啊，塔皮一定要拿，玩饭一定要收塔皮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可以示范吗？其实这一场应该是有机会选。我们的组合怎么看起来可以这么烂呢、啊？约利亚这一次改版之后好像真的有点厉害，80%的物理降伤，怎么打他？他比牛头人还硬。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是真的，是真的攻略。你们要是学起来上分，不是梦。这四招技能好好按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做得到？用关减他，用关减他也不太好减。因为伊尔利亚有护盾，有吸血，而且还有魔法的降伤。他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厉害了。周任可应该被他出到手套或盾弓，不就很难打了？你会战四招会按台服精英啦、啊。台服精英有的都还不知道四刀技能要怎么用。音乐太大声了，好，我们来微调一下，小换一点血。AO 44个月，一秒还没时间去打、欸。不，我应该是先不用打，哎，先留给需要的人。哇，被打成残血喽！啊！章鱼目前没怎么打中敌人，就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有点怕对面的，勾到就一定会死。他选章鱼，竟然敢不奔射雷击！哎，命中了，漂亮 poke。哎呦！要当兵吗？毕业之后吧，我现在大一，毕业再看看。李青应该是来了哎、欸。如果是章鱼，真的要打很保守，拜托章鱼你就后退，卖个卵啊！没事、哦，我还以为他要被勾走了，他刚刚这样走。还是4个月，现在哪里还有一年的吗？现在已经没有人要一年的吧？李欣怎么看都在这里，不是那个射雷系的钩子也太扯了吧？射雷系的钩子比丁义还扯。直接放个眼吧，好怪哦！哦，让打野往上刷，哇，痛苦啊！他受不了哎、欸、，Fast Blood， 弗雷西，直接爆开。这就是 Solo Rank。他刚没勾到，真的蛮扯。他至少要勾到章鱼，逼章鱼一个闪人。勾我也可以逼个进化，也不错。好，回家补大招。2-0，贾克斯也肥了。李青还没有出来过。可惜，又冲过来了。
他要来刺杀了，没有人可以拿头嘞。枪行史密达。他应该是受不了自己。谁能接受自己变得跟丁一一样？你扎苦 F 45个月。我慢慢拿人头吧。李欣到底去哪里了？怎么有人选李欣不 gank 的？적을처치했습니다3-0还是其实李信已经断线了。看一下，没有，没有人呢。开塔一下，爽爽爽，终于来了，我剩下 AD 了。蓝宝他这个兵线应该也是要放推了。蓝宝还在送。很痛哎、欸！感觉刚被穿进去宰他。今天没有战力吗？今天没有，晚点可以玩一下。感谢自由的香蕉11个月。第一局运气还不错。其实对面有李欣应该是玩不了的，但李欣应该是断线挂机了。雷击已经放飞了吧？哦，章鱼。哇塞！章鱼直接走进去扛两下塔、欸，很凶哎、欸！哎呀，哎呀，无聊的一场。直接挂机仔哦，真的受不了。双双双，亚洲杯哦，还一个多月。Vlog 系列 ，Vlog 系列最近好像没有在弄嘞，因为都没有留那个剪辑。不过有 VOD 的话，说不定8-9月还是可以搞的。李欣还在啊？哎、欸，李欣还在哎、欸，啊，他只是完全没有出现过。没订阅可以进 DC 吗？当然可以。好，此刻。所有李欣 GBBS GBBS 没时间玩，格斗游戏花时间。Oh my god， 月莉亚，哇，这个雅宁也很秀哎、欸，雅宁要死，哎、欸，还能吸起来，哇，他还能站。
哎，准备开大，哇！那个拉风的男人走了，上天跑嘞！真有料呀你！还有小兵呢，我不会死的，我半回打不过尤里亚，尤里亚这个角色是又硬又痛啊。1200滴血，二打一，不知道赢不赢得了。哎，敲个敲敲，思密达，回来了！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遥遇到鬼喽！那李信前面为什么不出来救他？说不定还有机会救。来看一下这边，就这个伊瑞利亚特别的肥，不好处理。他现在这个妆就已经可以打赢我的神话妆了，真的好恶心啊！哎呀，阿古拉17个月，他就一个垃圾鞋子，这样子就可以打赢神话装了。你是分子哦，这一次的中奖名单，大家记得赶快去看啦、啊。记得一定要填表单啊。感觉我们之后可以直接用那种会员填表单之类的吧，就像你在办游戏会员一样，那个更方便。你中了，对啊，你只要持续的订阅，那就会中。订的越久，中奖率就越高。出来啊！死了！没有反应，就是个瑟雷西。포탑방패가소멸됩니다。我还没中过，毕竟前面有很多，像定60-70个月的，这倍率还是差他们一点。要不你这边转2499，24.99的直接三倍几率哦，还保底一个。有看到喜欢的奖品就直接换了吧。60个月的，很多吧，70-80个月的也都有。大凯也60个月了吧。哇、哦！俺就没中，没死、欸。贾克斯出来教训他喽。其实他飞过来好像会被贾克斯干掉。这里边是鬼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哦，对哦，对哦。感谢你的55块啊，还有你的精辟的解说，这样我懂了。我感觉我的维恩又可以更进一步了。大家换个装，0662个月，60个月基本的吧。像我这台都是基本的。
他退区应该也都看蛮久了吧？退区在台湾也算是红很久，至少都会定个几台啊。 爆开了！啊！其他台怎么对胜？现在那个 ET 台还有在冲吗？来，跳起来，直接斩杀！ 啊！杀不死啊！可恶！哎、欸，订阅60个月的那奖品都是，不行哎、欸。PS 4 PS 5然后吊饰、滑鼠链、钥匙圈，再把家里塞满。 钥匙圈做过超多份的，还有 Switch 什么的，感谢。有机会一定送。哎，这个以前大碗有送过，我记得好像是大碗送的吧。 大碗有送过一台战车哎、欸，那可是一整台的战车哦。嗯，这里面好像可以再坚持一下、欸，这场可能要打满。 蓝色维特15个月，小状况，约利亚被这样打不会扣血。啊，两个人打他，还有章鱼的增伤，他没怎么扣血。哦，这一击就挂了。 垃圾都没了，神清气爽。乌约利亚来了。他这个没大到，好像打不太了。哎，白法控21个月。 都在抽 PS5，PS5，这些粉应该都已经不缺了吧？棒！反正 PS5其实现在也没什么独占了，组一台好电脑比较实在。好，章鱼。 打得不错，给瑟雷西点个赞哦！在搞鬼，直接这场没得玩呢。啊，晚上啊，激斗峡谷啊，那肯定有。大家记得先充电呢，激斗峡谷还蛮耗电的，一场大概要耗我的。 靠我 iPad 的20%左右吧。下路猫鹿组合，下路猫鹿组合怎么听起来在搞的？一则怕推线吗？一则还好，不怎么怕推线。一则怕巴龙。
伊德瑞尔如果被对面吃到八龙，那就 GG 了。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24.99抽不到，不可能吧？ 24.99想中就中。 30초 남았습니다. AP 法洛斯三件套秒坦克 ，AP 法洛斯哦，前期保守吧。感觉收刃可能打到三件套哎。 你看上一场对面放推，我也没三件套，两件就很极限了。来看一下这局这边组合，三个 AD， 一个法师加雷欧娜。 夜曲这一版不能打线了，大家把它拿去打野。希维尔是唯一康的炸弹人嘛？希维尔炸弹人不刷吧？算康克吗？我觉得炸弹人是无康克啊。炸弹人带 TP 对线应该是无康克，帕瑟雷西跟纳蒂乌斯吧。 哦、oh my god， 单杀、欸！ 哦，这么一排啊！保底输出，这一下吧，没有，耶、yeah, ，double kill！ 哎，二比三，把他踢回来了，拿两个，他也拿到一个，哎、欸，哦，他直接踢这个小兵哦，不怕掉血。上路爆炸了，上路为什么已经死两次啊？什么状况啊？啊？上路才开局两分钟死两次啊，那绝对爆了。 这一波只是打一个盔甲，所以才说炸弹人对线就无康克，你让他踢回来没什么办法。他就算打出了，那他也就踢回来就好了，兵也不会掉太多。啊 ，TP TP 又快。哥，啊？ 我的天呐、啊，没死哎、欸，感谢哇！集中啊！很危险。哇，炸弹人那一下没死。吉亚娜来了，四级。这样子，怎么样？ 哎呦，没打到我，舒服。现在要看队友了。卡特应该是可以全收。现在5比4了，对面现在就赢一个特朗德，我会战的都可以掉。哦，这样卡特飞起来，我们有机会快速结束哦。 回家，塞攻速鞋好了。卡特闭着眼睛能玩了，是吧？其实很早就这样了啦，大家都把卡特想得太难了，他真的是很简单的角色。 有很多人根本就是完全没有玩过卡特，就以为他是难度很高，但没有，他就很简单。这游戏只要是刺客都蛮简单的。集中하세요。
你要玩 AD 的也行啊，要玩 AP 的也可以，队友缺什么就补什么。你随便按一按，人就死了。兵线。흔들리지마라。阿特啊，阿特，我选到中路一定玩。我单杀。집중하세요。炸弹人，跳跳用掉了。哦，夜曲也开始收割哎。평화가함께하시길。사엘라사티리비。看起来像是，哎呦，又跳走了。打不就好了，腿太短了，扣个魔。好的，目前比数来到7-7，这边竟然又拉平了。完了，我牛！快跑啊，卡玛！好像还是会死呢，走了走了，来了，卡特琳娜登场，收割，卡特送头哎，哭啊，六级的皮亚娜，杀我，阿古尼坦也死，卡特在搞鬼，直接开转。拉一下，怪怪的。这巨猿跑进去送哦，8-10喽。卡特完全没在吃兵哎、欸哦，我们这一队都全部没有在吃兵哎、欸。炸弹人这把应该是不会无解吧？这把有卡特盯他。炸弹人其实蛮难打卡特跟伊芙琳。평화가함께하시게。这把奥赢10万，我觉得我还稳得住哎、我还能坚持坚持。那特朗德会战应该没有办法处理我吧？我的那一个蓝盾，然后再加上，有蓝盾有盾弓，然后反弹甲，还是 hold 得住。应该先智慧默认，然后飓风剑蓝盾。这是黑山中意的。평화가함께하시길。拉好一下。哎，不错，哎呦，痛痛痛痛痛。这是黑山中意的。中野又倒了，哭啊！看一下中野的状况哦，可能有维尔哥加上这个还会输。等他们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他们会肥的。哎，魔法少女哦，24.99嘞，感谢，感谢46个月。等下来收割了。Oh my god！ 他怎么那么痛？平等的卡特
说一说吧。中塔还先断掉了。好，十分钟断中塔了，难打，真的难打。흔들리지마라士兵四十九只，十分钟中塔断，确实是略显低调。这里你去哪里？没必啊，这个家伙。这里侧切，看着我，然后晕辅助，还好。还好我们的持续伤害是比较高一点。再弄三百块吗？算了，回家吧。24.99，那你都可以吃老四川了，订阅一下我也不为过吧？又不是说很多钱，那老四川这种平价料理，你平常吃这种平价料理，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省下来啊，订一下尬的这桌。反正老四川每天都在吃，一天不吃也还好吧。我还是觉得老四川哇，哎，卡特我也收不了人头吧，飞起来漂亮收割，再来一个，我的天哪，哇，没法收割咯，被狠狠的打，这样的哟，700块。我觉得还是先把这个装补出来吧。奇怪，这个卡特怎么可以死得这么惨？吃老四川感觉不如去吃麻辣，味道好一点，还能吃到饱。既然他比较无脑，还是卡特，肯定是卡特无脑一点。既然他这波打得不错，卡特是每一波都打得很好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啊，老四川就不够辣，也不够麻，也不够咸吧，味道很清淡。哎呀，被秒啦！可恶，野区又过来了。看一下我们打野这边能不能搞点事了，八级打十一级啊、哦！这也太扯了吧！我发育是其实还行，来看卡特这一波怎么打。哦，感谢董星66块。谢啦谢啦，就可以吃麻辣了。不过也好久没吃麻辣了，麻辣现在去吃也觉得肉比较普一点，如果想吃肉还是会想吃火锅。打鬼伤害漂亮，1000元。哦，
到底输出。不会吧，刘娜能跑哦？肯德基的椒麻脆鸡哦，这个味道有点淡。漂亮，卡特收割，他这特朗普怎么办呢、啊？一直敲了。肯德基的那些炸鸡都只有皮有味道而已，里面没调味，都变得很清淡。可是吃稍微重口一点。起家鸡，起家鸡是哪一间？完全没听过。哦，鸡肉要吃那种里面有调味的那种好。拿破里跟麦当劳都有调味啊，胖老爹也是没调味的。猪马烧肉，猪马好像没有吃过，猪马不是只有台中才有。집중하세요我是很久没去台中了，不知道他到底长怎样。他的对手应该是探索马里吗？阿六我吃过，也感觉蛮普通的。吃饭都大辣吗？也没有啊，我吃饭只要有味道就行了。反正就沾酱油吃嘛，没什么东西吃就沾酱油吃。我看起来像是要死光光哎、欸，哭啊！哦，他这个进场 ，Oh my god， 保底输出，变身，卡特登场。可以，哇，再打三 ，nice， triple kill， 有一个王者，收割之王。二哥是多少？二哥 T 零。还是只要变成随便变一个，然后开始乱按技能就好了，跟唢呐难度差不多吧。哎、欸，塔竟然没被炸掉哎、欸！哦，他不想炸哎、欸，感觉可以追哦。漂亮，管道，不错。感觉这边给虚弱王有点浪费。要玩 Z 难度了，玩什么 Z 难度？又有人要打僵尸了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走出去夜曲要飞出来，哎，不管了啦，要飞我就来吧。好，回补飓风剑，得趴机24个月，后果已经死了。看他真的要不要打激斗侠？偶格魔不需要传说装吗？当然需要啊。第五件或第六件吧。这场我是有点买不起啦。特朗德是直接杀人了。哦，好爽！我这边可以一直追。哎，不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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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都来了。
面也没招了。哎呦，闪现抓，漂亮！最好再把吉亚娜给抓进去。漂亮，漂亮，抓进去了，抓进去了啊！我死了，抓太慢。为什么出来还是全新的吉亚娜？啊，吉亚娜怎么还满血？哦，卡特这一杯，哎呦，可以收掉一个刘娜，你们刘娜还挺好的，再收掉吉亚娜，黑黑的，卡特出来又死了，哇，一直收割，哦，变成特朗德超强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再强，满血还是打不过的，要是变成特朗德。可以回一口，再回一口就好了。这个特朗德装备看起来不错啊，感觉变得应该会赢呢。赶快把我的防御升起来。等我200防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扛得住。집중하세요흔들리지마라阿凯说他脚很痒，他脚痒很久。평화가함께하세요有空一定来。最近我觉得其实那个高尔夫球还蛮好。집중하세요高尔夫球就运动一下，对身体很好。刘娜没闪哦，抓到就死。抓到哎、欸，还真的抓到刘娜了。漂亮，收掉。特朗德继续 BD。好啊，我也没了。他直接脚拳招杀我，哎，保底输出，收掉。像你也爽。他每一波都这样搞，哎。哦，我们家要没啦。四级特朗德开完这个下塔，他还能跑呢。我练到了，练到了，会死哦，会死哦。集中啊！看卡特打的怎么样？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凶啊？卡特没大。好，卡特大招转好，漂亮，收掉。吉亚娜也跑过来。对面感觉进入无限分推模式了。我很久没玩特朗德了，最近有一场想选啊，那个辅助选三娜那一场，我觉得那一场我也可以这么飞，还出肩甲了，没有吧？我蓝盾之后，我蓝盾之后手套吧。手套或反甲，好像反甲好一点吗？集中啊！完了完了，又死人了！哇塞！中府一起挂了，怎么口水现在都出蓝盾，口水现在都直接出五个防装啊，活命才是最重要的，反正不缺伤害。撤退，
大嘴速度装两件就够了吗？差不多够了吧，有时候一件就够了。还是反甲吧，还是反甲。还是手套吧，感觉还是手套暗夜曲吗？집중하시면这个蓝盾还是有机会会死啊，这我很晚才出啊，这个夜曲超肥的，我这两个都太不肥了啦，还在哪边打？完了，要狙了！啊！被宰了！嗯，可恶！哇，夜曲这一场这么猛哦！啊，我这个ping很爆炸，没办法，这边太肥了。他这一阵地，这局我觉得我们角色比较强哎，就是我们这边输太多了。这边一个十三个头，一个十个头，上路直接被三杀六七次了。哎呀，没抓头，可惜。我有哥出圣殿是正常吗？正常，正常。欸，今天两边都是组合比较好的输欸，连续两场组合好的都输了。这把就队友爆啦，队友爆了，那 AD 能混就混吧，打不错。下一局会更好。啊，艾希加瑟雷希耶，我觉得他去把刚刚那个游戏存档一些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存档一下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。哎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千万别打一等。把他出来了。刚刚那个破灭之翼只要开着，我的滑鼠竟然是会滑出英雄联盟的这个荧幕范围，好奇怪。这次不玩了，希克斯看组合啊。玩战役的时候也会这样，欸，就算把英雄联盟调全萤幕，滑鼠一样会滑出去。投影我了，好，来这样，相信我们的组合，贾克斯。锤他，锤，闪现锤。啊，好像也怪怪的，啊，我们完全打不过，欸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。被狠狠地打呢。啊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哭啊！他一等的这个拳头也不是很痛哎。啊，猜眼点毒，不然赛特这边通常是会有晕的。我刚刚也想说他怎么还不晕，到底为什么还不晕？打一打想起来啊，他是点了双拳啊。欸，那一招是有额外伤害的吗？
艾希开取两个头哎，他真的要过很爽。我也很久没有看到赛特辅助了。濒危物种。雅克斯单杀。来盖伦不好打雅克斯哦。很怪。我觉得我们完全被 counter 了。感觉啊，这个角色应该是没有机会可以打赢瑟雷西的。阿古尼伤害死了。这下是非常难打。很配啊，我都这么久没有遇到赛特了。哎，闪抓可以吧？得了，李红拳被这样一直 pickle 一直乱甩，都没办法打、欸。我抓到的话，有机会可以秒。那怎么不杀赛特？还有蓄力红拳呢，那个难杀。可以吧，这次抓得到了吧？啊，漂亮 ！Double K 哦，是蓄力轰拳，那还是很给力的。这个兵线可以回来，回家。艾希那个闪。艾希那个闪多撑了一下，但人家没闪了，真好杀了。贾克斯已经单杀两次了，这把稳了吧？来看一下赛车现在022，有一个鞋子，下一波我们蛮有得打的哦。排了上路，以瑞利亚 KU 啊，排服第一。是假喽！哎，好像怪怪的、欸。啊，是假，也没成功哎、欸。应该就到这里。高歌离席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晕服。应该就是赛特一直没有机会动手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阿里也跑过来了。多盯一下。得死！农夫炸了。最近遇到农夫的话，感觉他们也不怎么农呢。哎，不会吧？这里你还养月啊？没有兵也想来？哦，我们刚刚那个四甲怎么可能会失败？这样没有办法西西接到死。现在超难打，这什么排位局哦？上路好像是大师吧，其他都赚一左右。赛特没抓到。先溜啦，赛特。随他。천날뛰고있습니다。这里没闪，很难输出啊！哦，我们这么肉搏的阵容，真的难输出哎、
盾好强啊！连续这个角色真的好强，怎么这么万能啊？来的贾克斯，蹲点蹲到盖伦，给他一套，被盖伦干掉了。盖伦也就猛这个时间吧。盖伦这个时间一套还是蛮痛的，剁到谁都得死。没事啊，我们后期正啊，看到没有，五路发育，除了柔一以外都是发育角。对面是四宝一阵容。只要我们会战杀掉维尔哥，应该就赢了。好了，回来强啊！尴尬了。哎，这个墙改版嘞，哭啊！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他改很大。他直接 IC 丢丢丢丢。艾希这个装备第一件不会是智慧默认吧？那个墙壁就有改版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现在连艾希都要出智慧默认，那我下次可以拿艾希出智慧默认打希格斯看看。他完全知道你在里面呢，被狠狠的背他啦！快走！我就觉得奇怪，他们怎么可能不 check 那个草？阿古尼太也死了。我现在4-13。哦，丢了！上路打赢了哦，1-2哎，1-2杀一个。还想弹另外一个吗？这个被清到会死哎、欸！真的会死哎、欸！啊，是啊。让阿里多收一个头。来了，赛特要来收人头吗？这边打起来，柔一八等打八等，但是装备差很多啊。经验值可以吃了，赛特等级蛮惨的。我多吃点冰。好，回补。不知道要不要补吸血的，感觉我先补鞋子好了。神二在那边哦。你可以在这边或在这边都差不多吧，我是觉得都差不多了。这个时间就是待在草里，然后我们等其他路打赢。有野怪吃野怪，没得吃就赶快跑。哎，一只可以吃，哎，漂亮，要多拿一个。这种情况，你就会好好的归在后面的草或后面的塔，然后等队友做事。就看哪一路有机会可以带一下风向。有没有跑中路？哎，被隧道了，有机会。哎，机会换掉了，800元。上路单杀，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WANG 23个月。
나의 공격. 빙샌 로우. 先 Q 哦，先 Q 那是很久以前的打法。看状况。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下去射雷击，还想点燃我啊？我这血量也打不了。成长打 W 闪，溜了溜了。哎呀，射雷击没闪。没办法 A， 我 A 到他，他就会点燃我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样子我就有一个这条路我也不太敢出去了，只能吃几波兵而已。时间可以去做事啊，反正对面对面的西位是蛮肥啦，六一二，那下路也就是两个辅助而已。我浓我的，哎，看会战有没有机会可以打。出去那样就要死，哎，不走出去也要死。啊！哭啊！这边都是眼啊！我看柔一这里很傻哦，阿里飞过来，好，还是把柔一干掉了。哼，对面这个有点搞啊！漂亮，假的贼收一个，那我可以去补上路了。中塔要拿到了，呀，这局哦还行啊，上下互换，他那第一件给我出这个，哎，中塔也拿到了44秒的龙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去打，感觉推完还是过去打一下。要是不小心尾到艾希的人头，我还是能起飞的。这碗饭还能玩吗？还行，看组合啦，这把我觉得 AD 蛮多次可以玩的，在 rank 都不怎么有用。算是福野风吧，中路其实没有很风，中路玩得很好，中上玩得很好，但福野蛮炸的，赛德被打一套，哎、欸，可以下，哎、欸，好像阿离可以吃哎、欸！我要死啦！行啊，不能吃阿离啊，这个位置超差的。我变成饭啦，我被夹菜喽。装备哦，是真的有点差哎、欸，我就差对面大概2000元吧，其实大概差2000元。金鹰儿不能死掉了。金鹰也是想说，看赛特有没有机会。我大炮，
好像没死哦。十级。哎，我这一局的死亡数算蛮低的，缺一点，我缺一点。我这局还死的是全队最少的，打得贼稳。赛特该吃一点钱了。哦，赛特其实有跳到884。好，一件大装。啊！哭啊！这边没大了，阿里没大，艾希没大。Oh my god！ 这边有眼哦。这没有办法，两个大亏。哎呦，这有点惨哦，被预判了。这刀。罗伊。套不好杀。阿古里看到死。对很死亡术哦，对很死亡术，那还是跟我拉很开啊。说我这只也守不了塔，我们其实根本没有人可以守塔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아군이타났습니다哇！他还这波打闪，那他也要死喽！下去，1000元，太不少了。哎，贾克斯一直敲，漂亮！杀，再敲，再敲，再敲！哇 ，nice！ Triple kill 加巴龙。他那一棒很痛哎，能吃八轮吗？波阿里没有闪的，哇，感觉好像可以吃哎，有贾克斯加上葛雷夫的话。就看贾克斯了，我是被搞爆了，我只能加减打，帮队友吸一下伤害。阿布尼看见死，赛特又挂了，赛特已经快突破二位数了。这样就看我的防装能不能出多一点了。哎，还行哦，我这一波伤害有打出来。是贾克斯不妙啦，那我也不妙了。拿这个飞星，我要走了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大家好，加油！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就一丢丢的血。赛特补超了，哦，赛特收一个哎，出坦装，对啊，我本来是打算出坦装啊，我现在已经一件坦装了，在一个绿双之后再补三件坦。我也觉得这一波还有一点，
坡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打。拔龙掉了，我夹个再收一个人头哎。저기학살중입니다多发一点，再吃个下路。吃兵其实还跟中路差不多，感觉还是有吃到蛮多兵的。来来，守中守中，可惜哦，打饭应该是普通吧。哦，射雷击很好，然后打赛特，尤其这一版赛特已经不太能。血水吗？大换大，哭啊！浪费了个大。哦，赛特，血涌泉。진영을무너뜨려라！满墙没了。那可能是真的要倒了呢。好，那很轻了。哇！哎呀，阿Z也倒了呀。这个阿里其实还不差。鱼，可惜啊，哎，可惜啊。赛特尽力了，哼，哦，根本就没有玩到，好惨呀！好了，准备来去激斗峡谷了。赛特还有去上路洗到伤害，他过得比较爽。赛特他也没有到很搞啊，他就只是不太会玩。应该是补位吧，因为 main 其实 main 辅助的人不太会想玩赛特。英雄联盟开扁，来这一局。我回到英雄联盟来看一下啊，炮娘加上瑞尔打西格斯牛头，对线不好打，会战也不好打，全看队友了。摸技能车就会自动存档了，哦，这么方便哦。为什么现在的游戏还会有不会完全自动存档的？那游戏不是应该走到哪存到哪吗？那丁一不跟我双排练习，他之前就说了，他晚上要陪干妈，下午的时候他才会出现。看我过来哦，好，你躲这。下午有空我就尽量开了，最近都要团练，最近都是下午一团晚上一团，今天是晚上介绍好游戏，所以晚上没团练，不然接下来应该都是下午晚上都有。来吃个牛排，这个牛排怎么那么软啊，这个
是没闪。那个牛反应超慢的，没有在空中就把瑞尔给打下来了。First blood. 啊？残杀。今天上路选魔豆凯撒了，被单杀的保证。不知道炸弹人会闪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先打那个牛头，你打炸弹人没有意义啊，炸弹人会 TP 回来。我就想吃牛头。啊，被炸到了。这局可能要出头带，请问头带能不能解？能不能解牙树的大呢？单杀，我就说嘛，魔豆凯撒单杀的保证，选出这只一定疯狂单杀对面，加上我们中路卡特莲娜这么强的组合。脚铜闪，哭哭啊！我就可以跳哦！哎，脚铜闪，不过我还蛮少跟瑞儿配的，我身边就没有一个人会玩瑞儿。4-2，舒服。德瑞尔看起来蛮简单的，我看他这样玩我也会了，戳过去然后把人晕住，然后跳起来然后把人晕住。打火机57个月，看一下上路状况啊，贾克斯啊，哦，又吸奶，给单杀了。贾克斯只会吸奶是不是啊？安娜已经两个人头了，这样我们上路真的有点不妙。会战还得靠他把人抓进去。等一下，漂亮。啊，对面打野一直来，到底怎么玩？还好，这一波夜曲刷障来了，刷到了，五攻一，没死，但他跟死了也没什么两样了。人这个夜曲杀心已起，竟然冲进去了，完了。还好没事。没有牧场环节啊，有的有的，等等一定有。先玩一下撸嘛，杀点人。瑞尔怎么下马了？瑞尔下马才可以打康博啊。抓到又一个没玩过瑞尔的，瑞尔一定要先下马。先下马然后冲过去骑马顶起来跳起来晕眩。通常是两等的时候会这样做。啊，差赛了，被他晕住了。啊！这没当牙猪，五秒啦！卡特收割。哦，被他抓住了，我应该等他顶的。阿古，你这边怎么都六级了？没事，5-5。瑞尔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玩的，在比赛。
在比赛的时候明明他就是最秀的那种辅助哎、欸，瑞尔吸五个，这应该是辅助能做出来的最好的操作、欸，又那么帅，到底为什么没人选？选个露露在旁边跳舞，你也这么帅啊？哎、欸，龙回血了，哎、欸，嘿嘿嘿嘿，对面全灭了，呜呼！八比六，让路也单杀了。上路现在是出了一堆防撞，还打不过。要定义练瑞尔啊、哦，不行啊，他一年只能练一次。可以吃牛排吗？啊？刚刚是我们的也暗闪了吗？刚那个速度太快了，我有点没看清楚。是瑞尔也脚闪了，是不是？丁一要练卡玛了没？他说他会、啊，我们比赛的时候拭目以待。瑞尔强度应该就比全盛时期的瑞空再弱一点，全盛时期的瑞空超级强。好，现在贾克斯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然后西魔剑加这个，无限单杀、欸。自己下吧，好像还怪怪的。说不上来的怪怪，我要是被他炸到，我就要死了！快跑！丢了丢了丢了！千万别炸我！我刚刚是想说，我跳过去，然后瑞尔直接按晕，应该可以先把牛头晕住，直接斩杀。没有没有。要跟他一波完美搭配，习惯。我跳过去晕，然后牛头就会出不了他那个裂地冲击，我就把他秒了。哦，这个恐惧漂亮。嗯，你不呢？啊？还没反杀。别反杀。我被贝塔啦！我把他打残了，剩下就看你了，卡特琳娜。我上当了，不是，我就想说卡特一直在那边将将将将将，嗯，我就哦好，哎，我就好上去消耗一波。这卡特303呢，肥得不得了。我又海萨来到了260。这个巨大的贾克斯，我就是没有人可以处理了。别闪了啊！你也喜欢的有点神秘。好，开始拆塔了。卡特捡匕首。对吧、啊？卡特捡匕首就可以敲距离、嗯。有些人不知道啊，卡特是那个匕首那一圈他都可以飞啊，他不一定要飞到匕首正中央。这个没玩过卡特的可能真的不太会知道。爆炸了，没爆炸。死的还是那个人吗？那个人我都快觉得他不是队友。厉
留我留我，千万不要啊！牛牛牛牛，不要不要！太大，飞起，飞起来吗？哎，不可能吧？夜曲不可能被单杀吧？夜曲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快到了，哭啊！他被单杀了。46个月，觉得他们那边真的是很不妙哎。一个是单杀夜曲，我那也是大开眼界。我知道夜曲会被范之类的角色单杀，被西格斯单杀我是没看过。哦，暗杀，哎、欸，卡特这样子很有戏哦。这边牙树看起来也有点像牙膏。挖点他，我挖点他。我要点他，我还能坚持。哎呀，哎，对面没闪了，可以。对面要全死了，也许飞进去。哼，我这波开战，大家请给分，我给自己满分啦、啊。这波还要拿下塔，一换三，一换三拿下塔。快快守塔守塔！你们真以为我是来送头的、啊？我早就算好了，牛头顶我，哎，我还不会队友跑出来，这边叫全灭。来看一下上路，亚当斯单挑。不想看了，没什么好看了，大家散了散了。打主 pin 好奇怪哦，都会跳到这个130 pin。我们这个样子人头还是赢的、欸，上路已经死8次了，人头还赢哎、欸。会在顶卡特啊，反正我们再有其他的开战、啊，也不只要看卡特一个。魔斗凯撒开局直接把牛抓进去，看到没有？这边终于杀人了，漂亮，打死了。我还可以上去 bait 一下这个牛的 WQ， 牛一定超想顶我。是完美的 bait， 队友又要冲杀，哭啊！这边怎么那么多啊？我这是哪招？我这开战。看到没有？我养肥了卡特，这里有我的功劳。虽然没有助攻，但他一定还是很感谢我的。哇，闪现音上被炸下来，林轩也没捅到，转一转秒杀，漂亮！这就是卡特莲娜，再飞走捡刀子，再回来，再杀吧卡特。对，就杀他，这样飞就对了。就是卡特莲娜，美版最狗的角色。注意啦，卡特，再说，你要是有叠出就好了。版本答案呢、啊？你各位可能是有所不知啊，这游戏的版本答案，通通都是这么狗。新的版本答案应该是伊瑞利亚。
下路现在已经没有版本答案了，下路版本答案就是希格斯。那希格斯又打不过卡顿。这个游戏要学会 OP 角的学习成本其实不高啦，三场吧， OP 角通常是三场以内。这个 ping 如果在台服大概是多少？如果我这个110 ping 在台服应该是110，因为 ping 有点跳，很难操作。怎么样？单杀牙术看过没有？痛凉单杀牙术。你过来，对啦，单杀。那边再继续 A， 我一定直接把他 A 死了，他就只是出来尾刀。上路出了手套之后开始打德云，这个手套这么强哦。哇，魔多这个 skin 也太帅了吧！东方不败。他这个仇人手套，然后。降伤30%，拉近单挑一定赢呢。很多人对那个30%还没有概念，30%就是虚弱的概念。GG 夸抓 key 哦，夜曲收割。以后打得烂你就出那件哦，那件真的是好好装备，真的神装。我上次有看到一个蝎子10分钟吃20-30只兵吧，然后就出一个那个开始黏着 AD 锤， AD 还打不赢他，3不死就把他夹走。这单挑才会触发，没有那个东西是，你按下去之后，你点的那个人对你伤害永久降30%，然后他被CC的时间要多20%，非常的厉害，这个装备非常的厉害。没时间打了，没时间打了，放他一马吧。我开扁了啦，我要打一等了，已经在叮叮叮叮了。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来，我们打一级黑人加上狮子，还有瑟雷西，被抓包了。好吧，我看我们一等就是个大变。漂亮，好，来来来，快点拿，快点拿，红发。送掉，还可以打架，还可以打架，休怕休怕。好，收的漂亮。打打打，不要怕。这波打的激烈啊。狮子012开局，死哥有拿到一个助攻，哎，狮子竟然会死哦！这开局，这开局我看对面是惨的，这样下去真的黑人不过你了。
上路是过得有点不太爽。今天能不能来一个不被三杀的上路？史罗利送好不好？今天的每一场上路都是直接贯通的。上一场还好有卡特，没有 OP 屌真的扛不住。来，我们玩大东就好好农兵吧，一支兵都不要漏，一支不用打架的。上路虽然是无关胜负，你养肥的对面打野会狠狠的教训你的队友。我去中了，走啦！啊？花了兄弟。真的有点扯了，野区再打起来了，把金线也带了。这边就一丢丢的血。救命啊！别再炸我啦！哎，漂亮，我没被炸死，舒服。刚进来突然爆起来，不要炸死。好嘞，目前是5-4，狮子刚刚明明是满血，到底为什么不打？这边中路输很多。这局我出什么好啊？吸血的好了。嗯，好吧，就吸血的吧。只是这样子模仿就不好出了。模仿到时候出手套吗？嗯，哦，我大东拿双霸，大东从来没有让各位失望过。水机又刮了黑人，收下人头，7-5。来看一下其他路，上路的话，他把上路这波兵线给接了，他也要起飞。来控个线。为什么不用卡夹子杀 ？PSP 还能塞卡夹的？六级狮子。来来来来抓来抓！有啊，白刀扣在身上好了，白刀应该是很耐用。错字。还是我买一台 PSP 啊、哦！现在 PSP 不是基本上游戏都有移植出来吗？
还是玩 Switch 比较实在。老游戏就让它留在回忆里。哦，那个还30fps 哦，那我真的会玩到中文。不了西字手，西字手这个姿势不管怎么看都怪怪的。학살중입니다来出攻，哎，打架。飞轮海，飞轮海来了！啊，飞轮海走了。很怪，很怪，太想叠出这个飞轮海了，我大招都直接给他吹了。哎呦，那他这怎么没？这怎么会打输呢？我应该是可以飞轮海咻咻咻咻，然后吸起来吧。哎，现在8-8，那伊德瑞尔有点小肥哦。跟我想象中的剧本有点差距了。溜一下，溜一下，好，跟他打架，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，纳蒂鲁斯怎么这么凶啊？鲁斯没闪。要是我有大，他们两个就死翘翘了。好，那我就不用有大了。哦，没吸起来，可恶！啊、哦，哎、哦、呦，又被逮捕了。还好上路很赚啊，上下互换。10-10、欸、让比数竟然能一样，这么大优势。我大东啊，我大东后期有让你们失望过吗？大东在后期那随便都1-5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野区这一波是不是准备抓这个关，大招开起来，你跳吗？不敢了。开了下场。开个下塔吃个人，现在枪看起来有点烂。伊德瑞尔啊，伊德瑞尔还打算出这个？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처치했습니다잡을켜好啊，伊德瑞尔，我们两个就在这边等，看谁的队友打赢。伊德瑞尔受不了了，开始乱跳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要爆血了！哎、欸，我还有大，我还有大，没事没事，我会吸血，大家别慌。
来，你看我吸血。啊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没事，队友 TP 来了。哦，大招没按出来，应该先按大比较好。换一哦，我想扣一波完美的大招的。那我要是等，我原本是想等关的那个框框没有，我来一波 R3。你丢了，我很肥。来，我们准备看中路单杀。黑人，闪的位置有点神奇，但是杀掉了。丁义找我双排，他以为我是火，是不是？这个时间应该在睡觉吧？这个时间怎么可能打落？看一下，一泽已经连鞋子都有了，跟我一样肥。哇，我这个贝特，哎，我这两场怎么都贝特的这么美啊？洗枪还是洗红白刀吗？我喜欢蓝白刀，哎，就现在这样。蓝白刀可以瞬间刷出超多把的，就可以继续推了。推塔好快哦，绝对要前期 VS 绝对要后期，那黑人就康特塞勒斯啊，他应该是单纯选康特吧。我听说黑人是只要一只手就可以打赢塞勒斯了，哎，这一版黑人其实不差。16-13，应该再打一波小龙，估计就差不多了。千万别问我为什么不出鱼塔，我也不知为啥那一波回去我会买到这个吸血装。而这个吸血装其实救了我不少次。来，开始消耗。再放一个。禁忌的三炮台。希望可以把这个炮台的时间再改回来，原本可以六个炮台塞在一起。耶，黑川翔50个月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
大后期 AD 中期能混尽量混吧，我会飞起来 carry 吗？那肯定，只要我的队友再送几波，对面能够打到后期，我就飞起来 carry。两个还以为他们能杀我，哼，轻轻松松。 把冰刷光了，哎，是不是跳出来的位置不错，陨落王者也进场了，这边没大，这边没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好像放了一次的，估计位置了，哇，跳回来，哇，这波跳的好哎，哇，还王道一泽瑞尔，啊，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，啊，对面完蛋嘞。 23比7，再杀一个死哥怎么样？死哥到底为什么还敢出来啊？ 吃冰，我每一波会战都是把对面的大招直接骗掉。克鲁斯，你就继续把大浪费在我身上。 蓝白刀的接技，蓝白刀的接技很强啊！一波兵就可以刷七把刀。其实你有飓风剑之后，直接蓝刀也很强。好，直接开八龙哎。 我应该可以吧？漂亮，吃掉了，马上秒杀，多塞一点长剑好了。那我这一波猛一点，多30攻击力，再加上八龙30，嗯，不能三件了。哇，死哥大压600啊！ 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对呀，刚刚不是死哥炸我啊？哎，不到他哎，过来一记啊！
了溜了。哇，关没死啊、哦！这个太猛了。玩那一招会让我们两个远程玩不了，只能靠近战处理他。这样，我是真的要弄一个穿透，我的目光好高。龙种剩我一个，164方，这个119方。戏机应该很盛行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人在玩游戏机。阿哥你看看死游戏机他是这样的小子，大家那有电脑你还是打电脑，能去网咖就去网咖，打游戏机这蛮少的，因为游戏机大部分又不能连线。哎，喜哥，你亡喽！OK 吧，我要死了！可恶，回不起来。他炸一下刚好500，我真是死翘翘。501，炸下来刚好501。在29-24，这一波对面死三个，兵营应该可以拿下喽。我爸要不要买个惊人？感觉我这一波应该会死哎，这波买个惊人好了，扛一下。再被死哥炸死一波，我们可能要一波倒。这个火炮舒服了，没有看过教官会去抓人的，网咖教官也抓不了你，校规又不会规定不能去网咖。我待的学校都没有这种规定。是不是下课就可以去？哎，人要挂嘞！完蛋了啦！乖，哎，收掉了。完，黑人直接滑进去，太舒适哎。还好我有治疗他一口，
么大，没有办法。来，龙跟八龙，这狮子还要蹲哦。哎，炮枪仔22个月，卖掉了啦，这大装出来，我们这掉了呢。狮子是还在等大吗？我们这个威尔哥很气耶，威尔哥怎么这么气啦？你是后期脚，越后期你玩得越爽。化身艾希，一直定。哦，好像一波了，漂亮哦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。好像不能一波哎，还是吃八龙吧，一个有点强。说嘞，吃八龙还是吃一波？掉！玩的时候 AD 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啊，远离他。我们一定要躲在安全的地方，最好是塞一点魔法，不然这一波死哥，45攻击力还是比较实在的。完蛋了，维尔哥。哎，打！哇，被炸一下是这样，还好对面死光了，这样真的 GG 了。我来就教训死哥。死哥还想把兵线清掉，我一两下就满血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从下路一波吗？好像也不错哦，重来带一带吧。拔剑神曲。做要等下一波了，玩大东有需要控刀吗？来什么刀用什么刀啊，像这一场我觉得最好用的应该是这个啊，应该是比飞轮海还好用，飞轮海看起来这场没什么机会，缺一点钱啊，缺一点啊，你也缺一点哦，哭啊，那也没办法、啊，上路来波大的，没事啊，现在
现在这个时间我是强很多了。前面谢谢各位的努力，帮我们撑到了后期。现在开始由我来吸。完美大了。可能打不死于德瑞尔吧。嗯，很冷，你打死。哇，伊泽瑞尔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我闪到他脸上才觉得怪怪的。好，狮子把对面给终结了，大家都打得不错。瑟雷西一开始打的最棒的，哎，我刚刚还是叠满了飞刀，哎，感觉身上应该有十个飞刀以上了。啊，再打一场，我们来去扭扭了。他有冰心吗？他有冰心加蓝盾加 GA， 然后还有物防鞋。真的蛮硬的，很难杀。然后还有圣烈之杖，血超多。